宣誓，于必遵守宪法。人民很徘徊的时候，其实你要是更坚固，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啊，那把船开得更稳一点。正式的、休闲的、英挺的，你喜欢哪种蔡英文？基本上他是衣服控，应该是那一种只注意自己的衣服控吧。他说：“你要不要去店里做个西装？”我相信你，我帮你出钱。我说干嘛？他的化妆师哈，子萱啊，他好像有一次跟总统讲说：“你是不是跟龚淑蔚讲一下，请他这个，定做一下西装，或者是怎样？”他是说你的衣服跟裤子颜色都不一样。是啊，就是要定做一整套嘛。这是因为公民星的西装、外套和裤子常常颜色不一样。总统说：“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人家有五个小孩子要养。”几个？五个。蔡英文衣服控的标准因人而异。这件风衣是海军的。海军有一个外套，有一个便服的外套，其实看起来很有型、很挺。他就帮大家都准备了一件。他自掏腰包。自掏腰包。不少人以为这外套是特勤中心的制服，结果是蔡英文送给随扈每人一件的外套。离开纽约前往瓜地马拉，他也是穿着这件风衣上飞机，海军想必很有感。旧的跟新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以前的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看。除了好看，现在的数位迷彩隐蔽性也比以前的大地迷彩好。这是蔡英文当总统后改的。我看到人家的穿的，就会觉得，怎么大家都这么的对合身？我是因为我到每一个国家去，我都会注意人家的警察是穿什么的。台湾是全球这个输出这一类的各装啊，还蛮大的一个国家。既然台湾做，我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军人跟警察做呢？回来后开始改，然后比较透气，也比较耐洗。我觉得最帅的是他们的鞋子，那个鞋子我连我穿我都觉得蛮舒适的。你还蛮爱穿哦。我也有一双啊，我也有军服啊，我也有那个迷彩装。改了军人的还不够，还改了警察的。让他有荣誉感，你必须要让他在执行职务出的时候有展现出来那种，一个军人一个警察的那种威严。这几年各军种的营舍开始敲敲打打，真是把老旧营舍整建的心肝专案。我说这边怎么那么整洁啊？他说这是新军星光部队。那时冯世宽是国防部长，
蔡英文隔天要来参访新竹湖口的五四两旅，他先来看看。不过他越往里走，心就越沉，因为看到的是这样的影射，就是通铺嘛，就是很多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通铺。这边到晚上怎么办？我说报总统上面有六个这个电扇。行政院路出来的时候，蔡英文这么问冯世宽：假如你的孩子明天来入伍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说报总统我会很难过。所谓的国防改革就是买武器。哦，不会不会，就是在我们的任内，其实我们持续的向社会传达一个讯息，也希望社会可以有这个共鸣，就是说军人跟警察都是很辛苦的，他是保护我们的，我们也要尊敬他。他把心都给我们了，是不是？这论调近两年很红，源头是国际媒体英国经济学人在2021年底的封面。从世界最危险地方的封面连接出的选举顺口溜是票投民进党，青年上战场。而同一家国际媒体两年后却是这么报道：台湾是一个受严重威胁的重要岛屿，政府兵役延长的决定却无比艰难，因为台湾人还没有决定如何甚至是要不要保卫自己。做对了也是给人家骂，不如我们把选举打好。身边的有一些幕僚会持反对意见，应该不是反对兵役延长这件事情，而是觉得方案可能不够好。对，而且他们也怕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，这样会不会不掉选票啊？但是我是觉得，如果我们沟通得好，反而社会会翻过来支持我们。这照片是黄崇彦用手机拍的，就你带着幕僚还有军方的人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嗯，我们还去问那些比较有经验的立委说，你们觉得怎么样讲会比较好？所以也有些立委是参与的。最后是修了56个版本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家带着这个刺刀，然后开始喊杀杀，没有。我们现在用的跟现在先进国家在训练军人的方式一样，教他们新型的武器的使用。与其他们到外面那些射击场去打，那国家的发展可能更好啊。就这样，看起来很像是表演性质的刺刀术变成了综合格斗技。可是就算训练方案改了，真的学到了保护自己和国家的技能，待遇也调高到了20000多一点，还是有人觉得浪费时间。让这一年的服役同时可以累积劳退个人账户的第一年的收入。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劳工，刘建新建议不如跨部会协调修法，帮役男开劳退专户。看似只关国防部的兵役延长案，背后是细腻的跨部会合作。一个领导者他必须有的这个决心。你有这个决心，然后有比如说黄曙光他们那一些人，这样他们是自己企业的投入，这是对他们来讲，或许是他们的一个梦想的实现。在这个历史的一刻，让我们一同为海虎军队以及潜舰国造高声欢唱。这种玉米可以用买的。台湾最大的需求不就是国防吗？你把国防变成是一个投资的项目，变成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动能，有什么不好？除了把国防工业做起来，还把手伸进太空。台湾人总说自己做卫星，对，第一颗低轨卫星也快发射了，那是台湾版的星链。就是原来我们可以做很多很顶尖的事情。这次是当年中研院的团队给我们的一张照片，就是鼓励我们什么事情只要努力都做得到。你说这一张，这是黑洞宇宙，我们台湾人的团队去拍的。对对对，非常厉害。
拓子，蔡英文文稿小组的前组长。像这个就是他写了一个纸条来嘛，就跟建新合作啊，将夫妇做的大纲跟你的备忘录合并啊，然后再请人多看一看情感面能不能再加强。蔡英文的讲稿是大家开会抓出一个主轴，幕僚们在各自发表看法，最后给写稿人会诊。接着李拓子拿出一份很厚有着16页的讲稿，那是很多人意见的病程，蔡英文催着想先看，不得不只好先交。你看他一个字都没改，他直接拿你的背面重新写了一个新的。他自己写啊？对，这是他自己写的。你看他写蛮多了，这不就是退稿吗？他有明确的回复给你了，反而是开心。对，对我来讲是工，对工作上面是很好的、啊。中华民国台湾6个字，绝对不是蓝色，也不会是绿色，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。中华民国台湾属于全民，是蔡英文自己写在便条纸上给李拓子的。对岸步步紧逼，再分下去，国际到底要怎么看我们？你就是要把你的共同面把它提升，然后把它扩大，把那个有差异性的地方把它缩小。国际舆情的会诊，那这个会诊在我记得2016年，当时每天大概就是2页，能印到2页是标题加上内文，而且大都和两岸有关，很少单独报道台湾。现在是多到只能列标题，还得双面印。台湾为什么这几年韧性增加？外宾络绎不绝，外媒形容蔡英文是个冷静、不挑衅、不招进的领导者。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容易兴奋的人哈、那这个是个性了。他很重视的一个是，平衡感。一个有谈判经验的人，他会有一个信仰，就是说，再困难的事情都可以解决。是不是因为，谈判不是输赢？对，因为谈判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。两组人他们必须去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。黄崇彦和蔡英文一起工作16年了。总统或是把台湾重新再把它镶嵌在这个世界的体系里面，那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就是要跟世界的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一种共同的利益的关系，跟世界越连结越安全。对对，那从区域安全的角度来讲，台湾其实也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。在把台湾重新镶进世界的过程里，或许因为蔡英文是女总统，她从小地方像是关心人穿什么、住得好不好，来凝聚大家的向心力，再慢慢扩大到国家的认同感和光荣感，这样的方式很蔡英文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